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因为前面设备耽误了一些时间。首先谢谢大家在中午吃饭这个时间来到我的 session。我本次分享的主题是在 OpenTelemetry 中平衡成本和采样质量，也就是针对分布式追踪里面采样方案的一个介绍。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朱杰坤，来自趣玩科技，是一位开发工程师，同时也是 OpenTelemetry 的贡献者。那我前几年的时候呢，是在业务团队做后端开发，所以我曾经也是各种可观测性基础设施，特别是分布式追踪这些平台的用户。那早期因为这些基础设施不怎么好用，所以呢我也提过不少问题排查的工单。那我们的运维同事呢就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业务研发天天搞一大堆工单，天天工单满天飞，那又不来帮忙解决问题。那我说 OK，那就一起去搞嘛。所以呢，我现在呢就变成了这些基础设施的维护者了。那分享完之后也得赶紧回去处理我的一堆故障工单。我们今天的分享会分为以下几个小节。首先，我会介绍我们在可观测性和分布式追踪里面的经历，我们现在的情况以及未来想要做一些什么，这些东西呢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在第二和第三小节会介绍这些问题在 OpenTelemetry 体系里面现有的解决方案，以及它们都各自有怎样的成本和效果。这些现成的方案呢，或许可以解决掉不少的问题，但是仍然会有一些更加边缘的情况。用 OpenTelemetry 以外的方案覆盖效果可能会更好。我们放在第四节讨论，最后的第五小节做一点点总结和展望。在进入正题之前，提醒大家可以随时通过这个地址杰坤 .dev/hotel 来记录你的问题。这个地址呢也会出现在每页 PPT 的右上角。收集到的问题会在分享之后和大家交流。首先，分布式追踪在趣玩的现状。那咱们公司呢是做兴趣社交和电子竞技的，主要的业务包括 TT 语音、TT 电竞。如果有关注英雄联盟或者王者荣耀的同学，可能会经常看到我们 TT 的广告。那我们目前大部分项目呢都是运行在 Kubernetes 之上的，搭配 Istio。我们对应用服务的观察数据来自于服务内 SDK 的上报，作为代理的 Istio 的上报，以及其他部署在节点上的 Agent 等等。那如果聚焦在分布式追踪这方面，我们每天呢是有超过400亿的 span 被上报的。上面说的这些通用的基础设施啊，通常能给你完成大部分的工作。但是剩下一些在边边角角的场景呢，很有可能没有办法覆盖到。针对这些场景，我们正在探索 eBPF 的使用，尝试去为各种没有接入 Istio，或者说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去缺乏买点的应用，去提供一些请求级别的可观测性支持。那在所有这些探索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数据被送进来。其实上一场分享也有提到，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单个规模不大的集群用 eBPF 去采集数据的时候，我们看到每天有超过40 TB 的 trace 数据产生。那使用这些数据是有成本的，我们肯定得考虑它值不值得。所以我们就会去想，现在有多少的 trace 数据对问题排查是有帮助的？可能除了少数包含异常的数据有用，别的都是很多重复的数据嘛。那怎么样做才可以去减少这些数据的产生呢？OpenTelemetry 生态里面提供了一些很简单的手段去应对上面的问题。那在详细了解之前呢，我再花几分钟去向不了解分布式追踪的朋友介绍一下。分布式追踪具体来说，你可以想象成为你描述一次请求所经过的服务，形成一张调用的时序图，或者准确一点来说是甘特图。那我们称这一次的调用过程为 trace，而 trace 是由每个服务或者说每个服务处理一次请求的过程来组成的。那这些过程我们称之为 span。比如说右边的图里面产生了四个 span，而这四个 span 呢组成了一条 trace。一条 trace 里面会包含很多信息，包括各个 span 的耗时，然后一些标记位用于标记状态，以及很多自定义的 key value 属性等等。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Trace 是长什么样子的了。那它的信息呢是由不同的服务上报然后串联而来的。如果让你去做筛选采样，让每天100万的数据只留下1万，那你会怎么样去实现呢？那第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当请求抵达整个链路里面的第一个服务的时候，这个服务呢会为这次请求生成一个独一无二的 Trace ID。这个 Trace ID 呢会贯穿整次请求，在生成 Trace ID 的同时，也会有其他的标记位生成。其中一个标记位呢就是我们的采样标记位，依照一定的概率或者规则，如果第一个服务决定要采样或者上报，那这个标记位呢也会随着 Trace 的上下文信息，通过 RPC header 或者 metadata 等等的各种方式传播给后续的服务。那后续的服务只要遵循第一个服务的这个采样决定，要么都跟着它上报，要么都随之不上报。这种采样的方式呢我们称为头部采样。头部采样的特点在于，它是由头部服务，也就是第一个产生的 span 决策的，传播到后续的 span 去。整个采样的决策呢是发生在应用层面，或者说 client SDK 的层面。因此呢，只有很少的数据被应用上报到应用之外，那后续的流程里面呢，自然也只有很少的数据流转、很少的数据存储以及很少的数据做展示。头部采样带来最大的问题是，在采样的时候，我们第一个 span 或者说我们的根 span， 它的视角是非常有限的，它并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所以呢，并没有办法依照是否有错误，或者说整个调用耗时是否有增长等等的问题去做决策。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可以选择无脑的把所有的数据上报，然后由一个中间的平台去暂存、清洗，最后再来决定要保留还是丢弃掉整条 trace。如图所示，在请求抵达的时候，每个服务呢都把它自身产生的 span 发送给 OpenTelemetry 的 collector。collector 上面的尾部采样组件在接收到第一个 span 的时候，会等待一段时间，比如说5秒钟，来继续收集其他服务发送过来的 trace ID 相同的 span。在等待结束之后，这些收集到的 span 呢按照 trace ID 放在一起，然后 collector 会对其每个 span 进行便利，检查里面有没有一些错误的信息，或者说所有 span 加起来的耗时有没有特别长等等。这样子可以有依据的去筛选一些高价值的 trace 发到下一个流程，比如说发到存储组件里面去。那这种采样的模式我们称为尾部采样，它是由 collector 依据整个 trace 的信息来进行决策的，决策的依据呢会比头部采样丰富很多。但是因为 collector 要承载大量的临时数据，所以它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会很高。它的效果在于，第一，它减少了最终持久化的数据；第二，这些持久化的数据呢都是有依据、有规律、有价值的，不像头部采样那样子是完全随机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图里面描述的 service 跟 collector 的模型呢是做了一定程度的简化的，在实际的部署里面，我们往往会有非常多的 collector 节点。那同一个 trace 的不同 span 又是由不同服务产生的，这些服务位于不同的地方，为了实现这个尾部采样，你肯定会希望这些 span 能够被发往相同的 collector 去做暂存和处理。那因此呢，肯定会有一层负载均衡部署在 collector 之前，依照 trace ID 进行转发。这些负载均衡期呢可以是另一堆的OpenTelemetry Collector， 因为 OTel 本身是支持负载均衡的负载均衡导出数据的，那也可以直接实现在客户端的 SDK 里面。那以上呢就是 OpenTelemetry 提供的采样或者说减少 trace 数量的一些现成的手段。那你们可能会想知道，实施这些东西大概需要什么样的成本呢？在第三个小节里面，我们将以一个 demo 为例去简要的分析。为了直观的去对比头部采样和尾部采样的差异，我们准备了这样一个 demo 的系统，包括最左边的是一个可配置的 trace 生成器，中间的呢是 OpenTelemetry 的 collector， 那最右边红色的是 OTLP 协议的一个 trace 的 receiver。 trace 生成器呢自然是根据我们的测试要求去生成大量的 span， 而中间的 collector 呢用于根据测试场景的不同去处理或者说不处理这些数据，这些数据最后都会被发往 receiver， 那进行统计和分析。
每个组件的资源使用量会被限制在4 CPU 和 8GB 内存。在生成器这一边呢，它有两种可能，有1%或者说100%的上报进行100%的概率进行上报，以此去模拟头部采样的情况。那当生成器100%上报的时候呢，又会分了两种情况。第一种 ，collector 会对这堆数据暂存5秒，然后对包含错误或者说耗时超过5秒的 trace 进行尾部采样。那另外一组对照组，collector 会不进行尾部采样，也就是直接把所有的数据送往 receiver。那所有的测试呢都会被执行很多次，每次平均呢都要处理超过40万个 span， 大概是20000条 trace。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的结果，在处理耗时的比较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采样设计它的耗时差异是非常大的，1%头部采样的时候它的平均耗时为20毫秒，那到100%头部采样的时候呢，这个耗时涨到了260毫秒，在进一步加入尾部采样，也就是红色 这几根线的时候，它的耗时是在600毫秒左右。我们看到红色的线其实是红色的这个折线图其实是缺了一部分的，这是因为在压力进一步增大的时候尾部采样的数据因为它的内存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限制值，所以后面没有办法继续去记录这些指标。那耗时的结果其实很好理解，不同的头部采样比例，也就是1%和100%这个比例的耗时跟它每秒发送的 span 数量呢基本上是成正比的，刚好是一个10倍的关系。而在进一步增加了尾部采样里面呢，因为我们的尾部采样策略会针对错误和耗时这两个策略会去执行，然后便利所有的 span， 因此呢会需要一些额外的时间处理数据才能最终抵达 receiver， 导致了延迟上的一些差异。而在 CPU 的使用率方面，1%的头部采样与另外两种采样的方案呢差距基本上是在15到20倍左右。当数据100%上报的时候呢，有或者没有进行尾部采样，也就是下面图里面的蓝色和红色，它们对 CPU 的使用率影响相对来说要小很多，基本上只有10%的差异。那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 CPU 其实是有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对上报的数据的序列化、反序列化等等的一些过程，而不是在这些采样决策的本身。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说尾部采样会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资源，这个在内存上会体现得比较明显。随着每秒上报数量的不断增加，在每秒上报超过20000个 span 之后实施尾部采样，红色这条线它所需要的内存呢就已经涨到了 7GB 以上，后面呢是没有办法记录的，因为超过了限制。那相对来说头部采样1%的时候内存压力就非常小了，只用了200兆。所以呢，为了搭建这个尾部采样的体系，有很多成本是要被投资在内存上面的。例如，如果我们把同样是100%上报，有尾部采样和没有尾部采样这两种情况相比，它们的内存使用量呢，基本上是一个翻倍的比例。那投资了这么多的资源之后，我们能获得什么呢？如果我们检查 receiver 收到的数据。全量上报的时候呢，你能收集到平均能收集到超过22万个 span， 而头部采样1%的头部采样和尾部采样的时候呢，都只收集到了几千个 span， 数量是有很大减少的。那它们之间的量级差距影响的是存储的成本以及数据检索的时候的性能。那我们再来看尾部采样和头部采样1%这两个相比，它们的数据量是比较接近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尾部采样呢能获得对排查更有价值的数据，因为尾部采样的结果呢都是包含 error 或者说耗时超过了我们设定阈值的一些 trace， 这对程序员排障是非常有帮助的。以上就是我们对几个测试场景的对比的概述。那我们本来在这里准备了一个很明细的表格去给大家计算这些使用 CPU 内存的一个成本，但是呢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去解读，我们会把它放在最后面的一些引用资料里面。基于这个结果，我们通常会推荐大家在尾部采样里面要为每8000 span 每秒的压力去增加一 CPU 跟2GB 内存的 collector 资源，这个刚好也是 OpenTelemetry 官方现在推荐的一个比例。但是在我们的研究里面会发现，这些数字呢其实是受实际的数据集影响非常大的。那 demo 呢更多是为了给到大家基本的一个
成本的印象。如果想要使用尾部采样的话呢，还是得依照自己生长环境里面的数据去做调整和优化。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有助于控制成本的建议，就是一定得把 SDK 上面的配置动态化、中心化，然后让它能够接受信息的反馈。不管是 OpenTelemetry 也好，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分布式追踪提供的 SDK， 它们的配置呢基本上都是静态的，然后是在客户端本地的。那可观测性平台作为这些基础设施的提供方，必须得有能力去实时的控制用户的配置。那这样子有助于在发生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去做调整，防止单点的问题拖垮整个平台。那其次呢，可观测性平台通常也会具有一定的数据分析能力，分析之后的结果我们可以用来动态的修正这些链路的采样率，因为每条链路它的重要程度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有分三六九等的，甚至同一条链路你在上午和下午它的QPS 或者说重要程度也不一样。那动态调整就是接受反馈并且动态调整这些采样率呢，可以让我们的每一分成本都花在一些更有意义的地方。OK， 前面已经简要分析过一些现有的采样策略了，那它们能够覆盖到生产里面的很多场景，但是生产环境的数据混沌程度是远比想象中高的，那依然会有非常多边缘的 case 无法通过这些策略去识别。那我们这个小节呢，针对这些边缘情况介绍和讨论一些还没有进入 OpenTelemetry 里面的采样策略。那先举例一个 trace， 那左边这里呢有好几个服务，如果他们按照顺序正常的调用的话，正常情况下你就会得到形如右边的这个 trace。 当你的系统每天有几百万条请求，所有请求都长这个样子的时候，那其实我作为用户或者开发者，这么多重复的信息我只要有一两个样本就可以了。那头部采样呢，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去做的，你可以通过头部采样拿到像右边这样子的样本。某一天你发现你的系统里面出现了很多像黄色的这些慢的调用，或者说像红色这种有错误的调用，那你可能需要我们刚刚提到的尾部采样去拿到右边的这样子的样本方面去排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环境的数据越来越奇怪，比如左边图里面框住的两个例子，他们比起正常调用来说，就是有的是多了一个 spam， 有的是少了一个 spam， 但他们的执行速度可能还是很快哦，而且也不包含任何的错误。比如说啊，这其实非常常见，比如说我们某些逻辑分支，它有可能会多执行一条 SQL 语句，或者说会多一次的 RPC 调用，这都非常常见。那作为开发者，我在观察我这个业务的健康情况的时候，自然会希望不同的这些所谓的调用路径或者执行路径、执行分支都有一定量的数据样本，对吧？那我们怎么样去识别这些所谓的调用路径、执行路径不同的调用呢？如果我们这里讲的不是 trace， 而是二叉树，在一堆二叉树里面去找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树，那这个问题好像就非常简单了，是吧？一种很暴力的方法就是，我如果把所有的数据都能序列化，序列化之后再求个 MD5， 很简单，那找出 MD5 跟别人不一样的目标就是我们想要找的东西了。那 trace 也可以做类似的一个处理。在尾部采样的时候，我们对原始的 trace 数据，按照他们的名字、时间或者说调用的父子关系把它序列化，然后序列化之后通过摘要的计算，比如说刚刚举例的 MD5 去得到一个新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呢，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 type ID。 type ID 代表的是一类请求路径相同的 trace。 如果 collect 里面用简单的频率计数去统计，每个类型的频率，那就可以让所有的类型都留下样本。这种方案呢，目前在社区里面是有相关提案的，但是还没有实现。但是如果我们从成本上去考虑，这种方案依然是基于尾部采样的，那意味着整个处理流程里面，你首先还是得有足够量的数据上报才可以继续运作下去。那上报的数据量是影响 CPU 和内存用量的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才是我们的这些便利和分析的过程。有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去减少这个上报的数据量呢？要减少数据量的话，那可能得从上报的 Client SDK 这一端去入手。
以往 Trace 的上下文信息包括一些采样决策等等都是自顶向下单向去传播的，那也就造成了头部采样无法感知后续链路的情况，采样决策的信息有限的一个痛点。那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想，如果 Trace 的决策信息可以反向传递，从下往上传递会怎么样呢？那如图所示，服务在收到调用的时候去执行它自己的逻辑，感知有没有错误或者有没有需要采样的情况，那把这个决策呢放在 RPC 的响应里面返回给调用方，调用方此时可能还没有结束自己的流程，也就是还没有上报 Trace 信息，所以它是仍然有机会去上报的。如果每个服务都能从响应里面拿到采样的一个提示，修改自己的采样决策，并且把这个东西再返回给自己的调用方，这样子就可以做到反向采样，或者我们说回溯采样。很显然这样子的采样方式呢是有好几个好处的。第一个，相比头部采样，它授予了所有应用这个采样决策的控制权利。第二个，相比尾部采样需要大量的收集数据，这种方案呢能显著降低流通在数据采集链路里面的数据量，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已经降低了整个上报的体量，这对于整体的资源成本控制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有利肯定也会有不好的地方，这样子的采样呢很显然它没有办法去收集到一些已经结束的 spam， 比如我们图里面最左边的这个服务，它在整个链路发生问题之前它就已经完成了它的请求的处理和响应，因此它不会收到任何采样的通知，最终采样的结果呢也只能是全链路的其中一部分，比如说我们这里标红的部分。其次，这样子的采样方案呢会高度依赖于统一的通信框架或者协议，在基建不统一的情况下，你其实是非常难去推动整个公司都插装或者说修改它的一个响应的字段的，非常非常难去推行。但是很显然这种方式啊，对比起头部采样尾部采样来说，它的效果依然是非常让人期待的，所以我们会想有没有办法绕过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去落地呢？这里左边我们已经把刚刚提到的优缺点或者说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采样策略的特点列了出来，那咱在探索如何实现它们的时候关注到了今年 NSDI 上面的一篇论文，它解决的是非常类似的痛点，所以会希望在这里作为 further reading 推荐给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绕过这个所谓依赖统一的框架或者说只能采集到部分链路的问题的。我们先来看这样子的整体架构，不同的服务呢位于不同的 Kubernetes 节点，那每个节点上都有一个回溯采样用的 agent，节点之外还会有用于协调全局的一个 collector。 当请求发生的时候，每个服务呢都把自己的 trace 信息以及有没有错误啊，或者说就是采样决策发送给 agent。 在正常的情况下， agent 可以选择不与 collector 进行通信，或者只把极少量的 metadata 数据进行通信，例如它本身的 agent ID 加上一个 trace ID。当某个服务认为自己需要采样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的信息进行上报，那 agent 收到了这个消息，他就会把完整的 trace 数据发送给 collector。 完整的 trace 数据比如说这里我们服务 D 的上报就会包含了他自身的 span 数据以及他所能感知到的一个调用链路，比如说在服务 D 这里他可能能看到前面的调用是从 A 到 B 到 C 到 D 过来的，这个调用链路以面包屑的形式一并的发往 collector。那 collector 收到service D 过来的消息之后，他发现要采样了，他就会依照刚刚说的这个调用路径，或者说依照 trace ID 以及他前面收到的 trace ID 跟 agent ID 之间的关系，他会知道这个 trace 的相关的 span 会存在于哪个 agent 里面，然后他会再去反向的找对应的 agent 去索要这些数据，那以此呢就可以完成回溯采样，最终形成一条有价值的 trace。那这种方式的回溯采样在大多数时间网络之间，也就是物理节点之外只有 metadata 的传输，一定程度呢是可以降低流通在外的数据量，当且仅当有问题发生的时候 collector 才反向的去索要完整的数据。对比尾部采样它也是有一些优缺点的，
那优点呢，显然是刚刚已经提过了，它是缩小了在节点之外流通的数据量，就节约了很大部分的网络带宽。那缺点呢，是在于它把本来属于 collector， 就是 collector 在做尾部裁判的时候，它需要很大的内存去暂存这些数据，它把原来属于 collector 的压力转移到了同机的 agent 上面。那下面呢，我们再花几十秒简单的过一下这种论文上面的方案的资源评估情况。先给结论，在每秒200兆 trace 数据产生的情况下，方案对延迟和吞吐量的影响不足 3.5%。 那图中的两条曲线呢，现在是对应没有 trace， 也就是绿色这条曲线，以及做尾部采样的时候的延迟。那可以看到它们现在的差距已经是非常大的。那论文里面的方案，论文里面的回溯采样，它的延迟曲线呢，可以看到是蓝色这条曲线，非常贴近于没有采样的情况。那如果我们再去比较其他的采样方案，可以看到没有采样、1%头部采样，或者说论文里面回溯采样的结果，它都非常接近。而对于头部采样来说，它的采样率上升的时候，它的吞吐量就会逐步的受到影响。最差的情况是做尾部采样的时候。在带宽、边缘场景覆盖率等等的方面，论文里面呢都有一些额外的数据支撑。那回溯采样跟其他的采样方案相比，很多的指标都是处于第一梯队的，这里就不一一去解读了，还是推荐感兴趣的同学可以顺着 PPT 末尾的指引去翻一下论文。那最后一个小节呢，我们可以来简单的总结一下，以及聊一下我们可观测性社区里面新宠儿 eBPF。采样策略其实自 DAPA 出来之后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现在主流的头部采样、尾部采样，它都有各自的一些优缺点，甚至我们可以说它缺点是非常明显的。而其他新兴的一些采样方案，要么呢依赖特定的基础设施，要么呢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实验验证，所以呢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那我们公司除了在做采样以外，采样是用来降低数据量的，但是从另一头看，如何去获得更加全面的数据量，也是我们或者说社区或者说可观测性领域在探索的，这就得聊一下 eBPF 了。在以往我们需要手动为程序，特别是Go语言的业务应用里面去买点，那买点是否完善、是否全面，是限制可观测性体系搭建的一个障碍之一。那我们想要做的东西是监控买点和业务完全分离，比如说图里面的仅依靠在同机的 agent 去监听、检测和采集 TCP 包，然后送往 server 来构建最终的日志、指标和 trace 数据。现在借助一些 eBPF 的工具或者平台已经可以实现这些事情了，但是呢，我们发现也引入了很多问题需要处理。比如说 eBPF 对网络包的数据的采集，它是非常广而全的。如果左图是代表我们应用层手动买点看到的 trace， 那 eBPF 能采集到的数据呢，很可能就像右图这样子。更细力度的数据确实是做所有事情的一个基础，这是个好事情。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考虑成本，你要投入多少的资源去做流失的处理清洗，然后要投入多少的成本去存储，以及说看到这些所谓的底层的span 对问题排查的帮助到底是大还是不大。然后另一方面， eBPF 和传统的应用程序 SDK 买点它的可见范围是不一样的，应用里面有些可以简单买点的地方， eBPF 可能会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才能够去实现。所以我们觉得 eBPF 和手动插桩呢，它其实有很多重叠的领域，但是也有少数自己擅长的地方，所以我们或者说社区在做的事情就在这些重叠的领域里面尽可能的去利用它们，实现零插桩、没有感知的插桩，最终去提高微服务的一些可观测性。那说到自动买点的话，可能再夹带一点点私货，前面说的 eBPF 其实更像是我们平台方在所有机器上都会部署 agent 嘛去覆盖的，它并不是业务应用去应该去做的。如果业务应用团队想实现类似的效果，比如说像 Java 里面有成熟的字节码插桩的方案了嘛，而 Go 语言一条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 eBPF 的路子我们前面讲过了。然后另一种方案呢，我们看到 Skywalking 社区在做的是混合编译和代码生成，它解决的问题是，第一，你不用去改代码，它帮你插桩，它在编译的时候直接帮你把这些额外的代码加进去。然后第二个是不需要显示的 context 传递，
那我们知道 Go 语言里面很多方法的第一个参数都是一个 context 参数，它会包含一些 trace 的信息。那如果我们有一些业务应用，它写了很多年，它最早的时候很多方法都没有加这个参数，你让它改是非常难的。那 Skywalker 呢会在编译的时候啊，可以就是实现了，就是啊，它的 agent 会帮你完成这个事情，让你在同一个携程的任何位置都可以拿到这个 trace 的上下文。也是推荐感兴趣的做业务应用的同学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解决方案。然后最后的最后，OTel 是 CNCF 托管项目里面活跃度仅次于 Kubernetes 的项目，所以它有着很好的社区氛围，在可观测性方向，如我们前面所说，能做的事情也很多，所以呢，会希望大家能够发挥想象力，在社区里面多多交流采样也好，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想法。那就不耽误大家吃饭的时间，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内容了，然后会留一点点时间 Q&A， 也欢迎通过这里的联系方式线上的交流，后续 Q&A 或者说分享的 PPT 文字稿等等也都会丢到这个地址去。看一下现场的同学有没有想交流的问题。你好，就是我关注那个 OpenTelemetry 这个点，就是我是从云原生的这个安全的角度去关注的。嗯，就是说未来的话，就是说包括它的一个采集力度和一个因为它会采集到 metrics、logs， 还有所谓的我们 spam 嘛，它这种数据的它的消费能力有没有说，在安全这一个领域内有一个社区啊，或者单独的一个发展的情况？了解，这位同学的问题是 OTel 在安全这一块有没有重点去关注，或者说成立一些社区，或者说 SIG 之类的。那因为 OTel 它确实很大，所以我首先第一个我是肯定是不会完全的去了解所有东西的。然后第二个，在我个人来看， OTel 最近可能最近半年在哪些地方会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呢？因为 OTel 最早做的时候是先针对 Trace 做的，然后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包括 Matrix 和 Log 这两个东西都还是非常不完善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成员的一些讨论都还是在围绕这两个点，以及怎么样去比如说用一些 Connect 或者说 Promise 里面的 Example 去打通Trace 和 Matrix 之类的事情。那在安全这一块呢，以我个人现在的印象，可能还没有这么早的去投入大量的资源去做，或者说大量的关注这个事情。非常感谢。OK。那可能讲的比较简单，大家没有太多的问题，后续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接着去提问。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我的 session。